上动感的音乐以及字幕，台中警方在靶场内彻夜分解组装枪支的画面被 po 到了抖音平台上。另外还有当事远景跟女友放闪的照片，高调的行径被不少网友质疑。明明抖音早就被行政院规范禁止公务人员使用，难道这样没有泄密的疑虑吗？日前曾担任台中和平分局圣光派出所副所长的张姓远景，被网友们发现把警方拆解枪支的测验过程影片 po 到大陆抖音平台上。如果他们拍到一些不该拍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是我泄密的疑虑，因为毕竟那个是比较私密的东西，而且是国家机密之类的。不少人认为有泄密的疑虑，认为警方应该要内部调查。张姓远景啊，私下与其女友分享他工作啊时的影片啊及照片啊，本分局发现后，属立即告诫外，并要求下架。对此，和平分局回应，经过调查，是该名远景的外籍女友为了要放闪，私自把影片传到了抖音平台上，已经违规了，将依规定给予当事远景行政处分。这下远景的女友成了猪队友，想要放闪，却把男友公务影片传到禁止使用的平台上，害男朋友遭到处罚。TVBA 新闻徐立凡的翻译台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